大家好，我叫张慧龙 ，and I noticed there are some foreigner and developers, so I have to introduce myself by English again. Yeah, this is Steve Zhang, and my GitHub ID is the HR the Sunshine, and I noticed some developer. It's very glad to see you again in there in person, and 大家好，然后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来自英特尔的英特尔中国的那个张怀龙，然后我现在主要是在那个 Service Mesh 这个领域做 Istio 里面做那个做开发，然后很高兴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带来这个关于 Ambient Mesh 和Sidecar 模式的这种共存场景下的这个路由啊，谢谢大家。好，感谢怀龙啊。今天是今天这场分享是由我和怀龙搭档来给大家就是大概分析一下这个 Ambient 和 Sidecar 两者共存的这个模式下的一个网络路径分析。今天大概演讲的内容是包括这几块，就是先会大概介绍一下，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 Istio 的发展历程，然后包括那个Ambient 是怎么诞生的，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下诞生的，然后后面会核心会去讲解一下那个就是 Ambient 和 Sidecar 模式共存下的一个流量路径分析，这个会由怀龙给大家具体来讲解，还包括后面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关于 Ambient 的未来的一个展望。那我就先开始。首先给大家回顾一下 Istio 社区的一个关于 Ambient 的这一块的一个发展历程。首先是 Istio 社区是第一个版本是2017年，然后发布了0.1.0的一个版本。然后 Istio 一开始的那个本身的一个自己的部署的一个形态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包括像有一些 mixed 的一些组件，它在1.5的那个版本里面把这些组件都做了一个合并，然后衍生出了一个单体的架构，也就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社区的一些版本的 Istio D 这样的一个版本。然后在2022年的话，然后 Istio 它发布了一个新的一个数据面形式叫 Ambient 的，我们中文翻译过来是叫环境网格。Istio 1.18的话 ，Ambient 发布了第一个 Alpha 的版本，然后目前是可以在社区下载去安装进行使用。然后大家知道 Istio 在2023年，也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然后通过了 CCF 的一个毕业啊。Ambient 的话，目前的话，按照社区的规划是，它是未来的一个演进的一个形态，然后目前还是 Alpha， 未来的话会演进为 Beta， 大概是在。社区预计会在 Istio 1.20 的一个版本里面会把 Ambient 的变成一个 Beta 的状态。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Istio 的现有的一个模式，它是怎么去由 Sidecar 变为那个 Ambient 的。Sidecar 模式其实大家很熟悉，就是这个图所示。然后 Istio 它核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是那个它基于 Sidecar 这个模式要管理那个流量管理、安全、可观测性是三大特性。然后Sidecar 它本身是那个基于在 KBus 的环境里面，我们基于那个 Webhook， 然后在 Port 创建的时候给它注入了一个 Sidecar， 然后流量基于透明拦截的方式去把业务的流量引入到 Sidecar。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是指 Sidecar 这个模式下代理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路径的一个传输的一个过程。然后 Sidecar 前面讲了一些功能，就流量管理和那个可观测，包括它其实是包含了 L4 和 L7 的能力。那 Ambient 和这个 Sidecar 的模式有什么不同呢？可以看到 Ambient 它本身的一个设计理念，它是一种全新的一种数据平面模式。它的一个设计理念是说要将那个数据平面，也就是 Sidecar 这个模式，它包含了 L4 和 L7 做一些分离。然后因为有些业务场景它其实可能是只需要用到 L4 的能力，那在这些业务场景下，其实你提供一个既支持 L4 也支持 L7 的 Sidecar 的话，其实是没必要的。然后在这些可以相对来说把 L4 和 L7 做一个解耦，然后
可以看到70%提供哪些能力和40%提供哪些能力。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客户或者对用户来说的话，他可以按需的去使用那个70%的能力，40%的话，他可以作为一个标配。然后 N 变的数据面的话，就刚刚讲到了，就是 L4 和 L7 的对比，赛德卡的区别核心是 L4 和 L7 做了一个代理的结构。另外在部署模式上面，其实它有一个核心的差异，它不再是以那个 pod 里面的一个赛德卡的一个 container 的方式出现了。然后它的那个部署的形态的话，就是它会在每一个节点上布一个 L4 的代理，然后对于那个70%的 L7 的，也就是这里图上所示的一个 waypoint 的 policy， 它是一种采用一种集中式的方式做一个部署。在社区的实现里面的话，核心的 L4 的那个代理的话，我会把它叫做 Retano。其实社区的第一个版本的实现的话，40%的代理的话，它也是采用 Envoy 来实现的。但考虑到 Envoy 的一个复杂度，再加上那个40%的本身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能力，它其实用可能对于需要采用一个更轻量级的一个代理来说，是一个更优的一个方案，所以社区采用 Rust， 也就是用 Retano 来实现了这个 L4 的代理。然后 Waypoint 它是采用刚才的时候是采用一种集中式的方式部署，它具体是怎么去触发来部署它的呢？是采用我们去声明一个 Gateway 的一个 CR， 然后通过 Waypoint 的一个 Process Controller， 然后去触发安装这个 L7 的代理。然后这个安装的话，它其实本身是基于一个Service Account 的一个基于每一个服务力度或者是每一个namespace 的力度去触发安装一个 L7 的一个 waypoint。 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的有那个简单的一个流量路径啊，就是 A 访问 B 的话，其实是它那个因为 B 的话是部署了一个 waypoint， 然后那个流量路径它其实是会首先经过 L4 在本节点的 L4 的 retano， 然后因为 B 它给 B 服务创建了一个那个 waypoint， 所以它那个流量要经过针对 B 服务的一个 waypoint， 也就是 L7 的一个代理，然后再流转到那个 B 服务所在的节点的 retano。 然后如果你的服务本身是没有声明去创建 L7 的话，也就是这图里面的那个黄线所代表的这个路径，然后 C 访问 D 的话，它其实是只需要经过那个 retano， 就是 L4 的这个代理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你本身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场景来说，是一个多样化的，可以按需的去使用你要不要部署这个 waypoint。 然后回到这个流量这个 N 变的一个模式对比 sidecar， 大家肯定会关心它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具体它这个路径，就是图上的这个路径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比如说第一个疑问，A 访问 B 服务，对吧？ APP A 访问 APP B， 这个流量它是怎么到底是怎么去在 pod 里面是怎么到达这个 retano， 然后 retano 又是怎么到达 waypoint， 包括那个整个流量拦截它对比 sidecar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实现。其实网络这一块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它是会有一些复杂度，我希望我和我的搭档基于本场的分享，然后给大家来讲解这一块，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识。首先看到 NBN 的一个流量拦截这一块，其实 sidecar 的流量拦截大家很应该比较清楚了，它本身是基于 pod 里面的一个 IP tables 规则去做了一些那个拦截的出入流量。但在 NBN 的这个模式下，可以看到前面那个图，它那个在每一个节点上部署了一个 retano， 那这个流量由这个节点的一个业务的 pod 发出流量是怎么到达这个 retano 的呢？它这里面有一些背后的一些实现的一些原理。首先第一个就是对于 NBN 来说的话，它不再是像 sidecar 的话，它的那个流量拦截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 CI 的方式，一种是采用那个IP tables pod 里面的 IP tables 直接通过 init container 去注入一个 IP tables 的规则。然后在 NBN 这边的话，其实核心是还是采用就是 Istio CNI 的方式来实现流量拦截。然后这个 CNI 它会做几个事情，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它会做一二三四个事情。然后第一个首先那个它要关心的是我要拦截哪些 pod 发出的流量，那它是怎么去把这个范围给它那个就是包含这些具体的 pod 了，它是通过 Linux 的一个
叫 IBC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去把它那个认为要拦截的这些 POD 的流量放到这个 IBC 的 IBC 的本身类似于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宿主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会创建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device， 这个 general 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隧道的一个协议，然后这个隧道的协议的话我们可以接下来看它是具体来做哪一块的，我们先保留这个悬念就可以。然后第三个它会设置一些那个 IP filter 的一个就是它本身是因为那个流量拦截这一块的话它会做一些就是五元组的那个访问的话，原地址访问目的地址，然后目标的话它接收到的那个请求之后的话它其实它是需要做一个反向溯源的，它是判定这个原地址它的请求是不是一个合规的。然后这里设置的这些 IP filter 其实本身是那个为了关掉一些验证的一些逻辑，然后让这些流量可以正常的发出来。然后最后的话其实是最核心的一块，就是流量路径这个拦截这一块，其实核心的技术其实就是我们说 layer field 里面的 iptables 和特别路由这一块。然后这些流量怎么到达这个 the tunnel 这个节点，其实核心也是基于这一块来做的，就是基于节点上面的 iptables， 然后再基于节点上面的一个特别路由的一些规则，然后把这个流量把 pod 发出的流量会导入到 the tunnel 里面。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另外一块，就是 the tunnel 本身这个 pod 里面它也会设置一些 iptables 规则。然后是它为什么要设置这些规则，我们可以接下来一一来看。第一个就是 CNN 插件它会为 the tunnel 配置这些 iptables 规则，它是为了做啥用呢？其实核心是当流量它涌入到 the tunnel 以后，然后 the tunnel 它本身它并不那个它要处理多个流量，然后多个流量的话可以看到 Retunnel Pod 里面它有好几个设备，一个是左边的那个 PStill Out 和 PStill In， 然后有 Retunnel 本身对应的那个 Pod 的那个设备，这里没有画出来，就是对应的比如说常规的 ETH0 啊。然后这个 PStill Out 和 PStill In 它分别对应的是那个 Retunnel 收到的一个出现的流量和入线的流量，然后出现的流量和入线流量分别路由到对应 Sidecar 模式类似的端口，比如说那个出现的话会把通过 iptables 规则拦截到那个15001的这个出现的端口，然后入线流量也会对应的拦截到对应的端口。然后当然这里其实还包含了那个因为 sidecar 模式下它有一个智能 DNS， 然后也包含了对 DNS 的一个处理。然后 N 变成网格内部的一些，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就是前面最开始的那个示意图，就是 APPA 访问 APPB 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路径。这个图它大概的画的一个意思是说，那个我作为一个 APP 我向外发起一个业务请求，我的流量是怎么到达这个本节点的这个 the tunnel 的 pod。 第一个路径就是任意一个 pod 里面发出的一个流量的话，它在这个是基于特定的 CNN 的实现。首先它会每一个 pod 里面它会有一个 VTH 的 pair， 然后这个 pod 的这个 VTH pair 的话，它会大家知道 VTH 的话它是一个 Linux 的上面的一个虚拟设备，它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就是它一端是在 pod 里面，另外一端其实在节点上面。那这样的话从 pod 里面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流量，它其实最终会到节点上面来。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上的话，就所以那个 APP pod 发出的这个标号唯一的这个请求，它最终到达会命中这个 Retunnel Pod 的这个 IBC 的。然后这样的话 IBC 的命中了之后，它会基于 iptables 规则会被拦截，然后标记为那个 OX100 的一个标记，然后基于这个标记再基于策略路由最终路由到了一个 Istio Out 在节点上面的一个 Istio Out 的一个设备。然后 Istio Out 设备的话，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前面讲的它是一个一个隧道的一个协议的对应的一个设备啊。然后这个隧道的话它其实有两端，一端的话它是在这个节点上面，另外一端在那个 Retunnel Pod 这边啊。那这样的话它首先第一个疑问就是这里为什么没有像就是四号标号为4的这个路径为什么没有像标号为1的这个路径同样采用 VETH 了，这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回头可以看等一下有没有那个就是这里就是其实是会有一些疑问，对不对？然后使用日内瓦隧道它的好处是其实核心是什么呢，它核心是对 VETH 的话它其实
大家就是知道它流量就是经过了节点，然后基于节点的一些 IP tables 规则和策略路由可以把流量引到那个 Netano 里面。但这里为什么没有像那个没有把这个日内瓦设备也对应的采用简单的 VTH 了？其实核心的逻辑是因为那个我们 Netano 收到请求了流量之后，它其实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代理嘛，然后大家知道代理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在做转发，对吧？那它转发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它要知道你的原始的目标 IP。那至于隧道，它就是隧道协议其实很简单，它就是简单说把原始的协议它做了一个分装啊，然后它让你的原始的目标它其实这些信息的保留下来了。那保留下来之后，你对于 Netano 收到了之后，那你肯定就知道这个原始的目标，然后它才能去做进一步的转发，但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 Istio Out 和 Istio In 刚才前面也讲过，就是它分别对应的是一个出向和一个入向的一个转发。Istio Out 对应的是这个出向的一个转发，然后它对应会把流量基于来到 Netano Port 以后之后，然后 Netano Port 本身也有那个 IP tables 和策略路由，然后最终会流转到15001的这样的一个 Netano 进程的一个端口。对应 Istio In 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个完整的一个路径。完整的一个路径的话，就是对应的是那个APPA 访问 APPB， 然后它分别是经过了那个12345这样的一个路径啊。然后其实上面这个路径很简单，就是刚前面讲了，就是它会基于这些规则，基于 IP tables 和策略路由，然后来到那个来到这个 Istio Out 设备， Istio Out 基于隧道，然后最终来到了这个 Tunnel 设备。然后为什么采用日内瓦，就刚才说的，就是它采用的是一个分装的协议，基于分装的协议才能知道原始的一个目标 IP 啊。然后最终它其实这里有一个核心的一个5到6这一个点啊，5到6的话，其实对于发出端的那个节点所在的 Tunnel 来说，它发出的目标的 IP 其实是那个对应的目标的那个服务的 IP。 大家知道，对应目标服务的那个 Port 来说的话，它的 IP 其实和它本节点的 Tunnel Port 的 IP 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对于入端的这个流量，它是怎么又流转到了这个入端的这个 Tunnel 呢？其实这里也是采用了那个节点上面的 IP tables 规则和那个策略路由，道理是类似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其实5到6的话，就是当那个 A 发给 B 的话，其实到达首先五本身的原始的目标 IP 是发给 B 的这样的一个port 的 IP， 然后基于目标 port 所在的这个节点的 IP tables 规则，然后它拦截到了目标 port 所在的这个 Tunnel 节点，然后 Tunnel 节点再基于日内瓦隧道，然后再到达了这个 Tunnel 再原地址转发给了那个目标 IP 的 port。然后这个其实是刚刚前面讲的路径的其中的一环，就是只有 L4， 也就是只有 Tunnel 这样的一个路径的情况下，然后。在有 Win Point 的这个情况下，它会稍微复杂一点，其实就是看你有没有定义这个目标服务的这个对应的 L7 的一个代理。如果你有定义的话，它其实在发出端这一侧的节点上面的 Tunnel 的话，它其实它本身 Tunnel 里面基于控制面下发的一个配置，它是知道目标端的这样的一个 Win Point 的地址。这样的话，其实在发出的时候，它会先把那个请求先导给那个 Win Point 的 Policy， 然后 Win Point 的 Policy 再发给目标端的 Port， 然后这样的话整个路径大概是如图所示啊。然后接下来其实前面讲的是那个Sidecar 和 Sidecar 的一个对应的 N 变的这样的一个流量路径。当然其实我们可以容易想到，就是因为社区的这个两个模式是它并不是说可以直接硬切换了，它其实需要一个软着陆。那这样的话，这个软着陆的话，其实会涉及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当你现在部署的一个版本是一个 Sidecar 的版本，那未来你怎么去升级到一个 N 变的版本呢？那其实需要一个过渡。这个过渡的话，其实是我们接下来要由怀龙为大家讲解的一个两个模式共存的一个流量路径。 OK， 下面由怀龙给大家讲解。好的，非常感谢那个雨欣给大家介绍的一些这种ambient mesh Netano 相关的一些具体的这种技术细节。那下面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就是关于如果说
存在我们的 Ambient Mesh 和我们 Sidecar 都同时存在在我们的网格当中的情况，这是一种并存的并存的这个场景。那基于刚才由雨欣同学给大家介绍的情况下，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一个路由这样一个流量图。那实际上呢 Sidecar 和 Ambient Mesh 它在共存的情况下，这个我们是一个 Ambient Mesh 到 Sidecar， 大家可以看到。那如果从 Ambient Mesh 出来的话，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哈，就是IP tables 做了对应的转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大家要注意一个 IP set， 刚才雨欣也说到 IP set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是由我们的 Istio 的 CNI 它去做了一个动态的资源发现。就是当你创建了一个port 以后，这个port 就会它对应的 IP 就会加到这个 IP set 里面，然后呢进行流量的标记以及 IP table 的策略的应用，然后到了第二步以后，再由刚才说到会由路由转发到但是出去的那叫 Istio out， 这是一个在 node 节点上的一个 device， 或者说我们不叫 device 哈，叫interface 也行。然后 Istio out 通过 Geneva 的 tunnel， 然后到 Pistio 的 out， 这样的话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每一个 daemon set 的那样一个port 里面去，真正的那个 port 里面去。然后呢在最后再也是通过 port 里面的 eternal port 里面的 IP tables， 然后经过第五步进入到真正的 eternal 的这个进程 process 里面后，然后再由这个地方的话再过去到的第六步，然后到我们的sidecar 的那个地方。那到 sidecar 的话之前有很多的文章去进行这个路由的介绍，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一一的介绍了。但我们最主要的关注点是最左边的时候这个地方存在的这个路径的路由表。然后另外呢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其实这个图我们在社区里面我们有一篇 blog 出来，然后最早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在那个右上角的时候，这个 Istio 的那个 CNI 和那个 CNI 的 plugin network 的 plugin， 其实这一块的话是有修改的。因为大家在网上应该能看到 Solo 的一些文章里面的话，它的那个图其实对现在来说已经是 outdate， 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这样把CNI 的 network 的 plugin 放在那个 Istio 的 CNI 的 daemon set 里面。因为实际上根据霍华德的介绍哈，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由他们整体来做这个 IP tables 和路由规则的这个设置的，都是有设置，并不是由单独的设置。就之前那个网上那个图是可能是有一些变化了。那有了 Ambient Mesh 到 Sidecar， 那也有 Sidecar 到 Ambient Mesh 了。那这种场景下，我们的第二张图里面是没有就 No Waypoint 的情况下，都是4层到4层的。那 Sidecar 这边呢，我就依然是不继续介绍，我们主要是关注在右边的这一块儿。刚才那个雨欣的配置文件里面看到，如果你有 waypoint 的话呢，它的那个配置里面会有 waypoint 的 process 的 address。那这个里面是没有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直接就到第三步。那第三步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它那个在之前的那个那个路径里面，雨欣的那个图里面用 ETH 去代替，其实实际上它会实际上当你启用了Geneva 的这些protocol 以后，它会为你每一个 port 去生成 VT 对应的 VTH。你像我，比如说我们这是 full namespace 里面 sleep 到 HTTP bin， 那这样的话，它其实会为 HTTP bin 创建一个 VTH 特别的，然后所有的那个 IP addresses 都是一样的、一致的，就是多个 IP address 对应到不同的这个应用的 VETH 去。然后到第四步的时候，同样的也是由于我们的Istio 的 CNI 和 daemon set 它的去做的这些路由规则，然后进行转发以后，先经过节点的协议站，再由节点协议站的 IP tables 规则进入到这个 Istio in， 然后通过 Geneva 的这个 tunnel 进入到 Pistio，然后再由 PS 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port 里面去，然后在最后再到 Zitano 里面再转发到我们的 HTTP 的这个port 里面。所以这是一个 no waypoint 的。
那相对来说，有 waypoint 的这种场景，就是刚才我们接到的第三部分，如果 yes waypoint traffic yes， 然后呢这个地方会有根据配置里面的 waypoint address， 然后到我们的 waypoint 里面，再由 waypoint 进行一个转发，通过 HBound protocol 进入到这个里面我们是 Hello World 这么一个application。那其实进去以后，这个路由和它的路径的规则就跟我们之前的那个是一样的。No waypoint 和 waypoint 的差别主要就是在中间这个 waypoint port 它的存在的差别。好，那这个这关于这个图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整体的图哈。这个整体的图，因为在这儿我们后续的话下一个版本发出来的 blog 里面会有更加具体的一些描述，然后大家可以去Istio 的那个Istio.io 上去阅读，欢迎大家指正。那讲了这么多呢，我们有一些 summary 啊，warming up， warming up 的话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它使用一些 technology。那首先我们说一下，就是port 的流量基于 IP tables 和策略路由被路由到 Istio in 和 Istio out 这位。我注意到有一些也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用户，所以我这个地方介绍一下，就是第二个technology 是 Geneva Generic Network Virtualization Encapsulation。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为了实现我们这个在同一个节点上 Zitano port 和我们的 application port 之间的这个一个隧道连接。然后第三个技术是我们的 HBound 是一个 protocol， 它主要是建立隧道，实现 Zitano 之间的 TCP 流量的连接。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使用了 T-proxy， 它实现刚才说的一些策略路由，实现透明拦截，实现我们的透明拦截。它透明T-proxy 主要是使用它来做一些策略路由，实现它的流量的标记。对，但是大家注意，我们有介绍一下，我不知道该不该用英文说，跟大家介绍一下。So we can translat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here. Geneva is the technologies for the the tunnel port and application port. They will build connections and tunnels for this both of them, and HBound will be build tunnels. To connection the tunnel ports in different node. Yeah. 好，那总结了以后，我们有一些问题哈，就是以勋和我们在这边在做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当这些问题社区也在积极的去推进和改进。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它对已有的一些 API 的覆盖的问题，但大家知道有 Ambient Mesh 以后呢，会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我们总结下来有差不多就这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 Sidecar 的七层的那个模式下，对 Traffic Management 的 API 的覆盖度有问题。比如说对 Source Label 的对 Virtual Service 的这种场景下，它是不支持的。第二个就是对一些 authentication 和 authorization 的一些策略相关的 API， 它的覆盖也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它并不能够完全的满足这些 feature 的一些需求，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当你们用到这一块的话，如果没用的话就没有关系了。那第二个呢， Zitano 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 Zitano 它在对多个那个 endpoint 去做负载均衡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像我们之前的那种真实的负载均衡，它的这个负载均衡呢，它是一个随机选择 endpoint， 这一块呢其实有 bug， 我们也注意到，在 code 里面我们也注意到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后续的话肯定会做一些修改的，对，这个主要是在 Zitano 里面去实现的。另外就是 Zitano 它有一些问题，就是单点故障的问题，还有它的优雅升级问题。因为大家可以考虑哈，如果说我们的单点Zitano 它本身一个 daemon set， 它挂掉以后，那我们上面的一些配置文件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就是 Zitano 也需要升级，虽然 ambient mesh 的引入让我们的 application 不再需要它的升级 Istio 升级的时候不再需要重启我们的 port， 但是 Zitano 的升级它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性能和资源的问题，其实在
第一个讲解当中有一个网站有一些对比分析，这个地方我们也练出来了。然后对性能的这个整体的性能提升，还有这个H-bond 协议对比的没有 TOS 的差异，因为目前啊这块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对比，这个对比数据去分析这个问题，所以也是非常希望大家去做一个能够做一个在座的各位的 developers 也有志于这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第四个，Sidecar 如何平滑的演进到 Ambient Mesh， 这也是我们一个考虑的问题。假如说 Ambient Mesh 后续推进的比较顺利的话，那我们的 Sidecar 如何，我们是 Sidecar 模式的这种 CS Mesh 它怎么去变动到平滑的变动到 Ambient Mesh， 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远的一个问题了。对，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的演讲，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听。好啊，有问题啊。好，有问题。谢谢演讲，非常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我想问一个的问题，就是本身那个 Istio 它就是以它的复杂度是吧，文明它本来就比较复杂，然后引入 Emmet 之后，它跟 Sidecar 模式两种并存，它虽然说刚才也讲到有些问题，比如 API 我们不能，有些东西不能见，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我想了解就是社区的一个，就是从社区的角度或者从社区领导层的角度，我们长期的一个目的或者规划是什么。我们长期比如说我们是两种模式并存，还是说我们长期的来看的话，我们希望从都演进到 Emmet 的模式，因为在我看来的话，这种两种模式长期并存的话我感觉它的维护代价是非常大的。比如后面我们有什么新增的能力，两个模式上都去支持的话，其实这个完全两种背道而驰的模式的话其实非常困难。我想问一下，就是从社区领导层，社区的那个指导委员会的话，他们有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和策略对这方面。谢谢花斌这个问题非常好哈，也是引发我们大家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的深思哈。其实这个问题最多的要问 Google 和 Solo。当然我跟那个孙宁有过一个交流，然后孙宁呢在目前的现阶段是希望大家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 Istio 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举个例子，在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是特别关注我们的资源利用率的时候，我们可能使用 Sidecar 模式，因为 Sidecar 比较成熟Ambient Mesh 的话呢现在处于一个比较新的阶段，按他们的说法 1.20 可能会推进到 Beta 版。对，但是对等这些问题都解决的差不多的时候，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未来的话其实并没有出现一个声音说是必须要演员。其实我写那个博客的时候，我的措辞是很明确的，跟画饼一样，我的措辞是我们会未来会从 Sidecar 演进到 Ambient Mesh， 但是这个呢，这个在写这个 blog 的时候这句话呢被去掉了。对，所以那就是我理解其实大家还在看这个官网，有看这个技术发展趋势，看看怎么演进，后面可能再做判断，对吧？可能是这个意思。那个 Sidecar 和 Nbin 呢，其实刚前面我最开始讲了，就是它在那个流量拦截这一块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核心技术其实没有很大不同啊，就是但其实它因为那个Nbin 的话，它其实是需要考虑和那个你的 KBus 的这个环境，也就是你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兼容性。然后这个其实是它目前还在就是怎么说，就是还未完全变成 beta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假设你用的 CNN 插件比如说是 Canonical， 那可能我们在图里面画的比如说它那个流量怎么引导到那个 the tunnel， 对吧？它其实背后是需要基于那个 VTH 的这个背后的一个 pod 的这样的一个 CNN 的一个实现。那如果你是采用这种其他的一些非 VTH 的这样的一个 CNN 插件的话，可能对于这个模式的话，它其实是会有一些兼容性的问题。当然社区其实也会采用一些其他的方案，我们这里面其实没有讲啊，就是 Nbin 的话其实有两个模式，它其实还有一个叫基于 eBPF 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的话当然它也不是完全就是所谓的它能解决所有问题啊。那这个其实它有 eBPF， 大家知道它对内核版本它其实有一定的要求，那它其实也需要大家去看自己的一个基础设施是不是个符合啊。简单来说就是
有多种多样的一个玩法，然后还要结合自己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形态去使用啊。谢谢谢谢。然后 eBPF 的话，下午的话，我们会有，也是有我们英特尔的同事给大家讲。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老师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也提到的，就是会引发一个单点故障嘛，就是 ambient 的模式。然后就是 Zeternal 的话，因为如果我们对一些场景上它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可靠性，如果 Zeternal 的话挂掉的话，整个节点的话其实都是不可用的。所以说对于这种场景的话，目前的有没有什么一些应对的思路啊？就是后续应该朝什么方向去演进吧？这个其实就是有就是社区当然没有提出这个，现在还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答案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啊。我们可以很清晰的想到，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保证 Retunnel 的高可用，对吧？那 Retunnel 本身是部署在采用 DeepSeed 的方式去做一个部署的，那它本身它的 Retunnel 实现是采用刚前面讲了，它本身一开始它最开始是采用 Envoy 来实现的，它现在的一个落地的实现是采用 Rust 的方式去实现。那首先它的代码足够少，然后因为它只要解决 L4 的这样的一个负载均衡，然后这样的一个代理转发的问题，解决那个怎么支持 HBOND 的协议。那它对应 Envoy 来说的话，它的代码的一个质量或者说它的那个它的攻击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那个导致它可能会出这种 crash 的问题可能会变少啊，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像 Selenium 的话，他们采用的是 L4 的话，它可以采用 eBPF 的方式。我不知道社区未来是不是也会采用这种就是双模这种模式啊，就是其实是可以切换的嘛，就是 L4 的这种 L4 层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的。 OK， 好的，接着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有待讨论，对，我们要做很多的想考虑，对，目前只能依靠 K8S 的 DemonSet 了。行，我们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有问题的话大家下来跟这两位这个演讲者去交流一下。